各位线上的戏迷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好欢迎大家进入国潮起粤有戏粤剧茶督察直播间。首先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啦，我是佛山粤剧院的演员，我叫李光林。我呢由12岁开始学戏，咁到而家呢已经从事呢个行业有20几年噶啦。粤剧对于我嚟讲呢，不仅是一份工作，还是一份爱好，还有一份是责任，更加重要一份就是坚持。俗语都有话啦，台上一分钟就台下10年功。有时呢你一日不练功自己知道，但是你3日不练功那就师傅知道了。那如果你1个星期不练功呢，那就所有观众全部知道了。也就是说呢，作为一个粤剧演员呢，一定要功不离身，曲不离口的。所以最重要就是要坚持。讲到粤剧，我相信很多戏迷朋友呢都非常熟悉的了，但是我也都相信今天呢也都有很多新的观众朋友，有很多呢很想了解粤剧究竟是什么一回事。那我就先从粤剧的粤字开始讲起啦。粤呢首先就是我们广东的简称了，以前呢我们叫白粤，后来呢我们又叫南粤，而粤剧呢就是运用我们的粤语，通过戏曲特有的表演程式，载歌载舞演故事。通俗啲嚟讲呢就是睇大戏。咁呢其实粤剧是通过舞台上的生旦净末丑等等行当来演绎人生的百态。其中好多啦，比如讲帝王将相啦，皇后公卿，还有才子佳人等等等等等等等历史的故事。在戏中呢我们都传递出呢什么呢，就是仁义礼智信忠孝体节恕勇让，这个也都是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我记得在我初初学戏的时候，跟我们那些同年人听到说，哇乜你学戏啊，哇乜你这么老土的。其实在很多人心中呢都会认为粤剧呢是一个很陈旧很古老的一种艺术，但是自从我学了粤剧之后呢，我觉得粤剧呢它并不是，它是古但是它不老，它是陈但是它不旧的。知不知道为什么？首先说陈呢就是代表岁月的沉淀，即是 我们平时喝生普普洱，那当然越陈就越香啦。还有我们的酒，酒味香醇都是要越陈的酒就越醇的。而讲到我们粤剧了，由于我们早期的粤剧呢酬神啦、酬元啦、何秋收啦、庆丰年等等活动，到后来呢有少少情节的祭祀活动，
甚至到了后来宋元历史大南迁，将中原文化呢带入我们岭南，融入到我们什么，我们戏曲的草头班，是慢慢一步一步地完成的。咁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呢，应该都有四百几年的历史了。而我们佛山万福台呢，就是一个好好的证明了。它可以说是我们广东呢最古老的舞台。它到现在我想应该都有三百六十几年的历史了。起初万福台呢就叫做华丰台，亦都有人叫它做什么，是叫做审戏台。什么叫做审戏台呢，是就是当时啊所有的戏班所排演的新戏啊，都要来万福台演一次，给万福台的观众检验一下。如果好的呢，他就会将这些戏带到各地去演出。因此呢，万福台呢亦都认证了我们粤剧当时呢是非常之鼎盛的，亦都体现到我们在三百几年前粤剧都有一定的规模，而且规模是非常之大的，而且都是比较完善的一个机制。这个台呢亦都标注着我们佛山作为粤剧的发源地。佛山呢在之后呢又成立了什么琼花会馆，早期呢亦都有人叫它做琼花宫。咁到清中叶后呢，在广州又成立了吉庆会所。到了光绪年间，广州百和会馆就正式成立了。咁啊，由清中叶成立百和会馆一直到而家，咁我哋嘅百和会馆而家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了。可以这么说，有华人的地方就会有粤语，有粤语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有粤剧。还有啊，有粤剧的地方呢就一定会有我们的百和会馆。那从这些事实亦都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我们粤剧由起源到而家是一个非常之古亦都是非常之陈的艺术。但是没忘记我们粤剧是不守旧的，因为它是通过长期时间不断自我完善，不断地改革，不断地糅合借鉴运用我们的古诗啦、古词啦、曲啦，还有我们的武术，还有舞蹈，还有我们的国画等等于一身的一个综合艺术。讲到粤剧呢有什么呢，我们会有四功五法。哪四功呢？四功就是指唱、造、念、打了。唱大家都知道，唱肯定唱粤曲啦。咁啊，造就是造手了，一边唱就一边造。咁念呢就是我哋粤剧的念白了。我成日都听前辈话，三分唱就千斤白。可想而知，在粤剧中的念白是几咁重要。咁亦都因为念白
冇音樂嘅襯托，佢更加要講出嘅情緒，所以要求係比較高嘅。咁至於打咧，相信大家唔使講都好清楚啦。打就係我哋戲曲經常展現嘅翻騰啊，我哋嘅靶子功對打啊，所有嗰啲就係我哋打啦。呢個就係四功唱念做打，係通過乜嘢去展現嘅咧？咁就有下一嚟就係我哋嘅五法啦。邊五法呢？就係手、眼、身、步、法。冇錯，有時做身段咧，眼要跟手，手去邊，眼去邊，呢個就手、眼、身、步、法啦。咁講到粵劇咧，同其他劇種究竟有乜嘢分別啊？首先，大家都清楚的，最簡單的就是語言了，因為我們是粵語嘛，語言。還有的呢，就是我們的唱腔，我們的歌謠體。歌謠體有什麼啊？有南音啊、龍舟啊、木語啊，這些我們地道的歌謠。還有什麼？還有廣東音樂等等。咁第二個，我哋同其他劇種唔同嘅地方係乜嘢咧？就係我哋嘅南派藝術啦。開講都有話啦，南拳就北腿，所謂一方水土就養育一方人。我哋南方咧，以前是地屬邊陲，由於歷史幾次的大南遷，造就了我們佛山成為全國工業重鎮之一。再加上當時中原的動亂，全國各地有很多武林人士，都會怎樣？都會過嚟我哋嶺南，過嚟我哋廣東。有時咧，佢會隱藏喺我哋嘅紅船當中。比如講詠春啊，好多時都會喺紅船度，都有木人裝啊，都會出現。亦都有啲師傅咧，佢會自己開館授徒喺佛山地，亦都會有啲武林大師咧，佢會棲身喺我哋嘅粵劇瓊花會館當中。咁亦都有啲舞師會加入當地商人豪绅，作為佢哋嘅看院舞師。哇！一時間，你睇，全國所有的舞師都混雜過嚟嶺南，我哋呢邊特別係佛山，真係當時真係好鬥成風，而且尚武精神呢日盛喎。而我哋粵劇呢，就係喺呢種情景底下，受到各方武術嘅滋養，慢慢逐漸成熟的，亦都慢慢形成了具有我哋本土特色的南派藝術啦。所謂無技就不成器啊嘛，想請出我哋佛山粵劇院的青年優秀小寶林陽志，同我哋粗犷威武的花面陳志超為大家展示粵劇南派的對打。來，有請。
好精彩呢？大家有冇睇出乜嘢门路嚟啊？佢哋两个嘅开打，你睇，嘿嘿嘿，系嘛？呢啲大家有冇发觉？佢哋喺开打嘅过程中有啲乜嘢唔同啊？结合咗乜嘢啊？我开估啦吓，其实咧，佢哋喺呢套拳中，佢哋都糅合咗有我哋嘅洪拳。還有我們的蔡李佛拳。說到蔡李佛拳呢，也要說一下我們佛山粵劇院。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我們佛山粵劇院早期的前輩，一個很有名的粵劇大師梁蔭堂，他就是蔡李佛弟子了。他呢亦都將蔡李佛的功夫呢運用到我們戲曲舞台中去，形成了呢他獨樹一面的南派新團功架。我記得我亦都看過他的趙子龍，哇，真是厲害。而且呢他是這樣喐一喐啫，就成個場都震曬，唔需要大動作噶。呢啲就係我哋南派當中嘅氣沉丹田，腳一踩落去就千斤重。咁接落嚟咧，我又要同大家分享一下乜嘢好咧？講一下我哋戲曲嘅表演動作啦。在我哋戲曲當中咧，我哋好多嘅動作，所有嗰啲動作咧，都係由生活上嚟嘅，亦都係由生活上提煉上嚟嘅。所謂出於生而高於生。首先講下我哋嘅坐相啦。好，一般人坐，咁坐外板係嘛？我哋戲曲坐一定要保持側少少，企亦都係一樣，企起身。一般的呢人都會企，會四平八穩，嗱，成個身板嘅。作為一個戲曲演員咧，喺舞台上企咧，一定要保持三分側企，要有陰有陽，咁觀眾睇起身就舒服，亦都美。如果你係咁企，就死板啦。坐落，翹二郎腿都好嚇。我都係側身嚇，我正所謂正面保持三分側，就係呢個道理啦。接落嚟咧。我亦都同大家講下，我哋做動作時，仲有一個好主要嘅地方，就係乜嘢咧？好，逢前必後，逢左必右。點解咁樣講呢？如果我想往前邊去，我唔係直行出去，我哋戲曲係欲往前走，先向後退一步，然之後再上前。好。若果我哋要指左邊，你估點啊？嗱，我哋嘅手
就要先从右边起，由右指到左。大家睇一次，嗱，指左边。如果平常日咧就会啊，就咁样指，系嘛？戏曲唔系，戏曲动作咧一定会好保持侧身，其实立正，起手。在我哋右邊身，啊、好轉翻一個小雲手，然之後指出去，誒係咪？我哋唔會直指，同樣呢邊指過去亦都係一樣。誒、我哋先喺左邊起一個雲手，好眼跟手走。指出去右邊，呢、這個就係我哋所講嘅鳳前必後，鳳左必右啦。咁仲有我哋嘅三綁啦，係嘛？我哋嘅動作咧，亦一樣會有乜嘢啊？抑揚頓挫，仲有輕慢快重。我舉個例啦，我哋嘅雲手拉沙起色走一二三四，係咪有快有慢，有點亦都有停頓？首先起色走呢、這個快嘅。慢的停顿，好，再慢拉过来，拉伸。咁我哋戏曲嘅身段有好多都系有云手嘅，我哋拉伸有云手啦，我哋云手完之后握拳啦，好多身段都有云手嘅。講到戲曲身段咧，其實我哋好多都係源於生活嘅。好，坐低先。我哋都係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嘅。點解嗌源於生活、高於生活咧？比如講，我前面啊呢度有個杯。若果作為一般人嚟講咧，要攞杯，直接就攞杯啦，手直接就去攞杯。但係通過我哋戲曲家工，我哋戲曲人咧喺身段上嘅表現會攞杯會。點解要加呢下雲手？第一個，佢美，有一種韻韻。有種韻喺嗰度，仲一個意思係咩咧？話俾觀眾聽，嗱，我要做乜嘢？嗱，睇住啦，我要攞杯，係嘛？嗱，呢就係從生活中嚟，但係咧又高於生活，好似我哋攞筆寫字都係一樣噶。平時攞筆，一攞起身就寫啦，係嘛？但戲曲唔係咁嘅，戲曲因為我哋有水袖啦，首先有水袖啦，一執水袖呢、這個水袖嚇，一手咧又係有一個雲手揸筆提起身。如果點墨咧，平時我哋寫字點墨，梗係一點完就去啦。但戲曲咧亦都要加好多情節。去豐富佢，但亦都平常咧，亦都會有嘅。就咩咧？我哋點物咧？嗱，一、二、三，我哋有個小圓圈雲手，亦呢樣嘢亦都俾觀眾睇到，因為觀眾坐嘅位置低，我哋一定要大嘅，俾觀眾睇到。一、二、三，好，跟住提筆量上，呢、這個量上。
係俾觀眾睇到嗰啲內情之不文，其實亦都好美，之不睇到。然之後一睇，哎呀，咩啊？因為咧舔筆嗰陣時咧，有啲毛係鬆咗嘅，咁就誒彈好，跟住再收翻過嚟，一諗誒，仲要加一下就加一下，誒、哎、過嚟再寫呢、这個。同我哋平時唔一樣，平時咧一揸起毛筆一舔落嚟就寫啦嘛，係嘛？鉛筆、鉛筆仲簡單，一揸起嚟就寫啦。所以其實佢都係源於生活，高於生活。仲有我哋嘅飲茶啦，其實咧都係模仿而家生活上嘅，然之後再提煉到舞台上。通過我們的肢體語言再展示給觀眾看、我就說一下飲茶、茶盅好，首先見到、哦、茶，然後用手捧起杯茶拎過來，然之後，執杯蓋，執起身，執起身，而家點啊？要聞，聞茶，好香。然之後咧，好，刮茶葉，一、二、三。其實呢個刮茶葉都會有。一、二、三，跟住杯擋住，然之後輕輕吹一下泡，飲，然之後再蓋翻，再放翻茶盅。嗱，大家有冇發覺我喺呢個飲茶嘅過程中？我無論做哪下手勢，做哪種感覺，都會帶有這個什麼？是的，運手，一個小弧度的運手去做。無論是掀起杯蓋，一茶葉撥開茶葉，好聞，好到飲完再蓋回蓋、啊、其實這一套下來呢，再擺翻去，係嘛？亦都係一個小運手。咁仲有講下，再比如我哋嘅見禮啊，喺而家生活中咧，好多人見到面就都係握手啊。而家唔好啦，而家因為疫情期間，大家都係 hello， 你好啊，大家都係遠遠咁嚇。咁好經常都係握手，因為好啲嘅，大家拍下膊頭，係嘛？但係我哋戲曲身段咧，見禮咧，亦都有好多喺唔同人物就有唔同嘅見禮。比如講我哋嘅武生見禮。就肯定是這樣，是吧？有的，你用站起身，我們會是弓步、我們有弓步，弓步見禮，好。那我們的小生呢，見禮呢，因為小生有水袖，我哋會勾腳，謙恭啲咁樣，敬禮，亦都可以點啊？我哋將水袖拉翻出嚟，敬禮。仲有，如果見到小姐之後，亦都可以落袖、翻袖，
都有很多見禮。首先最常見的就是這樣呢，水澤很多禮。好，再講下來呢，就講到我們戲曲了。我們戲曲呢亦有很多大寫意的表演。什麼叫大寫意呢？不是那麼細緻的表演，我們有很多大寫意的表演。就比如戲曲一唱兩意，怎麼一唱兩意啊？一個台兩張椅，這個呢我們在戲曲當中呢亦都可以將它們當為一台兩椅，但是在必要的時候亦都可以當它為城樓，上城樓觀陣亦都可以當它是一座山，爬上山頂亦都可以當它一座橋，所以呢它是千變萬化的。還有我們戲曲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圓場了。為什麼這樣說呢？我們走十里一圈又搞定，我們走一千里舞台上一圈又完成了。這個就通過演員的表演，通過台詞轉達給觀眾就得了。還有我們的馬鞭，一條馬鞭就代表馬了，無論我是拉它上或者是上馬完了之後打馬，這個打馬其實就一條馬鞭搞定。還有就是我們的旗了，我們斗方旗呢，一個斗方旗紅色的呢，你發紅色的旗呢可以代表火焰，可以代表很多東西。如果你發一個藍色的旗呢，又可以代表風啦，又可以代表水啦。但如果你將兩支旗細旗橫揸住呢，那就當車的了，推車的了。所以是很自由的，但自由之中亦都有一定的規律在這裡。還有就是我們的演員了，我們演員特別我們的兵將，兩將四個兵就等於千軍萬馬了。其實這些是不是很寫意？其實也都好像我們中國馬之中的潑墨馬，大寫意一潑下去。講到我們粵劇的唱腔呢，就有當時啦、以往啦，歌謠體為主骨幹。同時咧，我哋都海納百川，吸收咗咧民歌啊、小調啊等，其實有利於我哋人物情緒同埋塑造發展個性嘅，我哋都會用。咁而家節目都差唔多到最後啦，我睇就由我同我院青年花旦李秋红为大家带来一首《花好月圆》，有请。音乐。好，藉此呢個機會咧，亦都同新年所有戲迷朋友喺新嘅一年裏身體健康，心想事成，牛氣沖天嘅。
中的命相连，今晚你待我心一片，心我又得又才勤又俭，夫妇情啊长，愁怅乐无边。此杯香茶，你已似糖甜。生而念啊，生啊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马庆宴，公主心情将酒献啊，点解此情此景今夜重现啊？莫迟莫非你就龙女三娘与我偕美眷？岂有此念？今朝对我爱我，可真心相爱貌美又艳啊，亮胜过天仙。两家爱重情呢？好，辛苦晒秋王。喺呢度咧，亦都同所谓线上观众嘅朋友讲一声再见，我哋后会有期。好，哎呀，真系，喂，你搵唔到食啲音嘅？哎呀，真系，我叫老妹咁耐都未咩，快快快快快快！